我妈许平时这么爱气，没想到对上外人，世界上最还是分得清轻重，是腰细腿长，又怎样心软？慎行，领导请慎行。以后不论遇到什么困难，或者是需要什么，那个帮助的地方，我永远。以前是不敢，但眼下有你了，你陪我好。为你愿把热血洒，管他又是谁的天下。人生在世如梦幻泡影，世人苦苦追寻，也不过是那一蜜糖的欢。谁做手势输了？当君也要无心却化作烟。老温，其实当时喊的这一声刘贺是应该是刘贺姐第一次听到人间在召唤。阿旭，老温，这场戏真的是挺温暖的，就像现在一样。可能今天结束，我们俩就是作为张哲瀚的女婿，是我这一生中最难忘的回忆。感谢你们喜欢张哲瀚和宫崎，要感谢张哲瀚，当君也要无心却化作烟。谢谢大家。